4月11日，陈奕迅空降北京，为即将在全国展开的 DUO 陈奕迅2022演唱会预热。此次巡演将走访国内十几座城市，届时将为各地的歌迷们献上饕餮的音乐盛宴。活动当晚，陈奕迅火力全开，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歌迷们尖叫声不断。不止如此，陈奕迅还变身魔术师，玩起了大变活人，将现场的气氛带向了高潮。刚才变魔术的时候感觉紧张吗？在台上？当然紧张啊！魔术我又不是冯德伦，又不是周杰伦，我不是伦的，我不是陈奕伦的。为了此次巡演，陈奕迅还特别学习各地方言，说起来也是有模有样，十分的接地气儿。大家好，北京说大家好怎么说？大家好，我是陈奕迅，我陈奕迅啊！打开一朵。别了啥了没？再来一次。打开一朵来白相。打开一朵来白相。哎。哇，录很久，那个很绕，很难讲。反正有一些，云南的，有对对，有山东，有东北的那个。长沙。对。说到嗨的陈奕迅，一不留神就出了点小意外，但一向爱耍宝的他也觉得有点小尴尬。大家好，湖南的朋友广。哎，怎么了？我用了那个带崩了一下。来沙是什么意思？过来的意思。陈奕迅的唱功是毋庸置疑的，同时这位歌坛天王也是专辑销量的保证。但谈及自己主演的电影，似乎行情不是很好。此前由台湾媒体评出的十大烂片中，就有三部是由陈奕迅主演的，而他也被评为烂片王。虽然表示对这个称号并不介意，但陈奕迅还是忍不住为自己伸下冤。就是在台湾来说，是不是烂片了？是十大，票房很最烂的。最烂的，我占了三部，所以第一烂、第三烂还有第九烂，东成西就啊那些其实都几千万的啦，但是在台湾，他可能台湾的观众比较不一样吧。那个票房啦，票房不是品质啊，品质跟票房没有关联，可以分开的。